Oh,
我上山前也在迷路了，能告诉我怎么下山吗？对，这条腿你在迷路的过程中，然后让我来问你。有吗？答对了吗？答对了什么奖品呢？
终于费尽辛苦找寻了，直到三年后，阿达里欧终于找到七彩琉璃珠，回到了达德勒部落，迎娶美丽的巴冷公主为妻。这一首歌也为巴冷公主所写的《小鬼狐之恋》，歌词描述着父亲及母亲的叮咛及不舍。